买个什么球一类的，俩球 ，OK triple， 就这样。你陪我的妹妹，你帮我分担一下，坐一会儿 ，OK？ 我还是去一下。等会儿，快去打电话报警！站住！别跑！那个小偷他把我的包给抢走了！啊，你去哪儿啊？追他呀！不行，你包一个留在这儿，我害怕。你包要不要了？你先送我回家好吗？你包里有什么呀？钱和化妆品。还有呢？包，买个新的呗。你给我买。好，我送你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女朋友的包被小偷抢走了，我妹妹去帮你追小偷了。你们等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妹妹回来了，就把包会还给你女朋友了。啊？你妹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妹妹，她妹妹在帮你追包，所以我现在去看一眼她妹妹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去吧，你陪我回家好吗？算了，你也别去了，等一等他行不行？我现在就想回家。好，回家，来，你等我一下，给我5秒，来。Name car。不好意思，是这样啊，我妹妹有点任性，所以她不想等了。但是呢，我非常感谢你的妹妹去追这个小偷。追不追到没关系，让他打个电话给我，这是我名片，我想当面跟他道谢。小安啊，这一次比我预计的时间要长一点啊，怎么退步了？哎呀，姐，我跟小毛贼玩一会儿嘛，玩一会儿。哎，他们人都去哪儿了？走了。不是，那这包怎么办？送给我们了。有钱就是任性，给了一张名片，让你把包送到这个地址。洪州。你好。麻烦把这个包交给你们乔天宇乔总，谢谢。